门峡环中东路与玉前路口，有一男子于车道上无故开启往来车辆车门。目前本所已主动侦办，目前已扩大调阅监视器，并锁定男子特征，依法就办。有关男子脱序行为已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78条第一项第四款举发，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。另恐涉刑法妨碍自由罪部分，本所将依相关事证依法就办。在此呼吁民众于行车时，如遇突发事故或涉危害公众之脱序行为，应立即报警处理，并冷静应对。警方将迅速到场，并依法就办，以维护市民安全及权益。